哦。哎，毛巾，暂时保管。好，各位队长好，我是北京 spy 的丫丫。然后今天除了韩庚队长以外，跟三位队长是初次见面。那今天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我给它取名叫做《这就是我》。好。丫丫是去年第一季的时候就来过，来过，也是在我的街道，但是是在海选时候就落选了。他没给你，还去他那边第二次啊？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等他已经摆好 pose 才问他问题？他这样特别尴尬。哎，对。算了，那我也不多说了，来准备了，走你，加油。他就一直盯你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看他。你眼睛一直在睁得很大。他是身材练得很好，那肌肉线条特别好。上一季参加完了之后，结果你知道那个 Mickey 吗？ Mickey 啊，他们俩就结婚了。耶！哦，因为这档节目吗？对啊，这就是结婚，这就是结婚。哇！就是上一季我第一天来的时候认识他，然后。上个月刚刚结婚，结完婚就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还没有度蜜月，然后就直接来节目，一个多月没有见。哇，这就是街舞，这就是街舞，哦，这就是爱，特别好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今天我跳的这个作品词是我自己改写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迷茫期，还有瓶颈期，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自信，很多的力量。还有很多的勇气才能够突破自己。我想要把这个作品去影响更多的人，然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这就是我想要做的。谢谢。